拍张照片。叫什么？那个照片。哦，他要糖。啊，要。要不要 give a coffee, Danny?来，哦，你是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家长们，帮宝贝开始，那个班子来，然后还有一个。小的公司，小的公司 ，government job， 啊 ，job， 他是他爸爸呀，一个政府的工作。哦，他爸爸在政府工作。这个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？做哪方面的？哪什么行业的 ？plastic， 哦，塑料的。对，塑料。塑料，啊。然后请了多少工人？几个人手里？两个人，几个？没有。现在是五个。五个。哦，不错。这里的房租在新德里来说还算是便宜的。对。那到城区就更贵了。对，那边很贵了。那边就很贵了。一个月是，2000人民币。2000人民币就是20000卢比。对，20000卢比。这边就是400卢比，4000卢比就可以租一间房。然后这边他请的工人的工资一般多少钱？他付给工人的工资？十千。四千就是400人民币。这边中国人来的多吗？这边没有中国人。没有中国人来过。